今日有啲事要嚟八帝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终于见到太阳。有听过话要将八帝道改为单线，不过又唔知点解冇发生啦。咁其实单线系咪会好啲咧？有时听翻呢啲声真系心不安咯，好似有事发生。希望冇事发生啦！我办完事已经好痛我啦，如果有嘢发生嘅话，我又要去跟拍，咁又唔可以准时食我的午饭。有人受咗伤，因为救伤车是入咗呢个停车场嘅。今日飞龙超市嘅停车场都爆满了，睇落冇晒车位啦，爆满爆满。虽然未行到，但系已经估到可能是发生咩事咯，因为成日都是发生呢种事嘅。为咗争一个车位，大打出手啦，都唔系冇晒车位，仲有好几个呢。有人已经上咗车噶啦，我嚟到已经闩埋门。平时在街边发生什么事呢？很多人都在拍嘛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拍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添唔行咁多八大道咯，我上咗嚟七大道，因为礼拜日八大道应该系太多人，好耐都未试过喺地下执钱，夹下有冇先？喺呢头咧，多数都系福州菜噶啦，好快过年啦，超市赚爆，感谢各位嘅观看。如果你仲有少少时间，咁啊睇埋先啦，试吃完先好走。多谢，睇落都几吸引，好食。不过咧，我而家唔食得炸嘢。手枪腿，鸡髀汉堡，$9.2。今日七大道都比平时人多咯。呢一间素食菜馆未试过我，今日想食海蚌，快啲嚟睇咩要点写先，嗰个字咪要食食，咁大碗嘅，我明明讲我细份嘅，海蚌炒粉干，仲系$8嘅，不少咗啲粉，咁鬼大碗，我好耐都冇饮过豆浆。都是飲碗細的就好了。這裡都有我平時吃過三菜一湯的皮蛋烏冬翅啊，你知道是什麼嗎？有些東西我沒什麼印象，或者沒吃過，記錄在案先，等
想我想不到吃什么又不是太肚饿的时候就来试一下啦。还要继续扫街，不可以喝太多添。我明明看到$8，为什么收我$10呢？再看看真的$10都不出奇了，现在的东西贵了，没出声。我本来想吃番薯粥的，晏咗就没了。好了，就到这里为止了。